是顶级的绝世神剑，倒不妨去看看。剑仙，这次我要让你见识一下新派剑道的实力。隐世剑仙与天才剑客皆陷入道剑疑云，你更相信谁？多谢相告，虽不知阁下意欲何为，但在下心中已有决断，定会去阻止他。头好疼，我怎么变小了？莫非是道剑之人加害于我？五眉道帅是否成功道剑？神秘货郎亦嫌疑重重，你能相信谁？哼，总有一天我会重振我族辉煌，我一定会回来报仇的。道剑之人已见分晓，信任还会存在吗？今日谁都别想离开。今日我定要撕下你虚伪的面具。事情的真相到底如何？请做出你最后的选择。生子当如孙仲马，镇墓之血的继承人，却是一个花不起的阿牛。为什么没有一个人喜欢我？为什么？胡说什么？我就很喜欢你啊！对不起，原本我只是想做一场恶作剧，当一次英雄而已。兄弟，执念每个人都有，但我们需要正视自己的内心，不要让执念成为心中魔障。小胖子，别哭了，一会儿我给你买好吃的大鸡腿。梦三大陆上又一场风波被仙术师们化解了，全新的未来正等待我们。